干。哦，有有番薯，有番薯。为啥那家刺客不知道罪恶？因为不好。因为刺客，因为罪恶三罪恶只会 buff 一个刺客而已。嗯。欸，他主 C， 刺客现在的主 C 应该是卡特琳娜，所以他应该比较想要搭战争。降低魔力哦！现在降低魔力已经变成我最喜欢玩的，已经变成我最喜欢玩的那个异能了。哇哦 ，OK。战争学院超级抽抽了。到底抽二是被 nerf 了，好像被 nerf， 是在哪？前面呢？我想想看，我有没有需要干什么？战争学院盾护，学者帝王刺，帝王刺也不错啦。第一道上头，呵呵，对啊。现在萨科也没有到很厉害啦，嗯。哦，输了。这个会不会比这个好？革新哦，革新减一，海盗减一，打赢买这个胚，我们其实应该看一下。哇，已经有这个了哦，酷欸，我想要，我也想玩这个。看要输了哦，不要啦，不要输了，不要输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。反正 他好像有点，他们两个有点烂。这样塔里克好像被会被关在角落。
哦，没有。众黑要赢了吗？为什么？我看起来好像没有要赢。他是飞升哦，完蛋了。哦，让他流血。Oh my god， 只流了一次血。OK。狙击只有养镜才有料吗？传说有个很神奇的阵叫做六狙击。传说啦，怎么感觉很烂？因为可能真的有点烂，我现在大概是比较强。风筝要做一个转正哦。这边要一转四哦，流血，不要再靠我了，靠别人。OK， 吓人身心，这样我会输。我们还蛮衰的，因为都没有东西，完全没有任何东西。我们只要转异能呢，异能有种 bug， 什么 bug？ 我靠，东西有点多，我们可以做三挑战，但我不敢捡。我还是没有大装哦。OK， 有枪刀了。但他也在玩哦，他也没有上异能。轻松
胜利。我们还有个水滴，然后还要一个斗篷。魔力会被扣很多，几率性。我们等一下想看到的东西是转异能或异能者之心这类东西。我们做这种百位就是为了防刺客，虽然好像还是要输了，但输了。啊，维克斯没有开到第二次大还是第一次大？换掉伊罗伊，然后上谁？上他吗？是都很烂了、啊。头好痛啊！菲欧拉，我没拿。哦，有执法啦。所以我们有一二三四五五对陪都没中，哇塞，熊熊摆后面哦。看感觉要爆开耶，好强哦。你要开大 ，OK， 这样我们应该会赢吗？这样好像会赢，这样赢啊！叫你开大就开大，我们现在没有科科级就很糟哦。我可以拿这个直接做起手皇冠，我拿这个，然后转异能，这个贝壳会弹出来，那就是拿水滴啦，水滴也没得拿哦。起手皇冠，起手皇冠，看起来做起手皇冠喽。现在给我拿到起手皇冠了，你们还好吗？我看他怎么合上去了。哦，他在玩这个哦。飞升憨儿，胜利。在想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其实已经有奥数了哈。
What the hell？ 东西非常不对我不知道还是要硬玩异能，说实在我产生怀疑。看起来要上黑书啦，这样哦，卡萨丁还在上面，阿可可对吧？啊 ！fuck fuck fuck！ 啊！少两块，怒亏两块。一秒怒亏两块，然后死了，输了。应该输了吧？但为什么好像要赢了？好像赢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输了输了输了。这蒙多泰尔连胜败。我是不是该甩啊？哦，该甩哈。我想他应该上泰坦决议耶，感觉。反正还在一心有点难受。哎，他
OK， 好，那我们这样就有蓝 B 了，刚好，而且再是马尔，那我们直接马尔二了，这样就稳了，这样就蛮稳了，这样他的魔力就只有40了，只有20啊，我们这边可以升吗？可是我也上不了那个。我们身心搞不好是要上学者哦。我们现在这阵真的寒到不行。哦 shit， 他怎么已经有龙了？在说笑吗？你怎么已经有龙了？No， 这恐惧太强了，恐惧太强了啦，恐惧太强了啦，恐惧太强了啦！毕业生哦，哦，这样我们也不用上学者了。我们有那个对不对？我们其实是有临时战甲。难怪这个布朗姆感觉没有很坦这学者也不能给幽冥啊，头有点痛。哇，龙爪！反正他敲我的阵呢，你可以放开那些异能吗？兄弟，可以请你放开那些异能吗？我们需要这些异能。感谢谢你。感觉没有科科好难受哦，没有科科。Sharp blade, sharp mind。我们基本上要等他走了，等他死，我们才能够六月在最下面无异能啊。我们这一局一个转异能都没有，有点痛苦。Okay。 就这边是上黑书吗？该上黑书吧。哦，他飞升了，全部都被扣住。我们只要一个科科就好了，我们科科可以硬上了。等下科科三了 ，What the fuck？等下有不止一家五一，有不止一家 ，Oh my god， 有两家异能。OK， 然后又拿到异能之心，
然后他们的马尔哈哈装备都不对 ，OK， 很酷，难怪这么痛苦。看，所以这燃烧打科科就很好了啦。燃烧打科科哦，他还有飞，他还有那个，干你这个小智障布朗姆。哦、还有重装甲哦！啊，他还有重装甲，他还有重装甲，燃烧他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可以转到30块吗？这边是10块，这样有点难呢。我们烧死一个三星科科啦，基本上。我把龙杀死了不够惨呢。有凯莎吗？没有，有这个也没有转异能哦。有转异能我大概也拿不到啦，说实在，黑书我们应该拿凯莎的装吧。啊，难受啊。凯莎装先给他吧。装备集中在三只身上，因为那个临时战甲。我们这边应该可以存到那个30块，这样就会比那个超级抽抽乐多。还剩下几家异能，还剩下一家跟一家生化哦。感觉是智障没有敲对的地方。我感觉输出超多不过这边是鬼龟啦，所以就还好。看我们东西都超难抓的东西都难抓到一个极限呢、欸、哦，九生化，七个星。啊，我想换边，可是应该来不及了。我们换边，那个他没有机器人吗？他也没有机器人，他们大概也上不了机器人，所以我们这个可以靠边站，然后换边就不会被龙恐惧到我们的这一只。他基本上龙摆这边也是为了要保证到可以恐惧到我，刚好在范围内。我们现在没有无异能了，我们现在没有无异能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转异能？哦，凯莎装，这能苟到前三，好像我应该感到骄傲、哦。我还拿到临时战甲。七学者，七个星四学者哦，
人家有点强。可可，终于来了。呀，是不应该给他、啊，这样不应该给他。现在他零魔力了。九生化直接被我们烧烂了，变成黑书，前二了。刚也可以走哦。我们要换边，这样他龙恐不到我。赶他敲错边，对，这只要再过来一点，我们这样应该还是赢不了。看起来是个第二，刚好死掉，哈哈。GG。你应该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很喜欢这个东西吧？因为我很会玩，很会玩马尔扎哈。我们这支甚至没有那个，这支甚至没有三星，我们还是狗到前二。同对啊，我们这一局有三个半的同行哦。你看，我们打赢科科，因为我们的马尔装超级正确，然后我们也打赢这个。因为我马尔章一样也超级正确，我比他正确太多。然后还有半个同行在这边。嗨嗨。来呢？如果没有同那么多同行的话，我们大概会更有机会一点。不过嗜血者其实还挺强的。他是拿到什么？拿到一个狙击专家。这是这个这里 bug 嘞？这应该不是狙击专家。这应该是转那个转革新吗？他自己就革新啊，他哦，他有革新之心，所以这应该是学者啊，转学者。啊 ，Nestog， 我们刚好要关了哎，我现在一定要关了，我明天要去送女儿上学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之后再见，拜拜。